就在刚刚，你的手机响起，支付收款30万元。忽然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涌上心头，就好像这发生一切之前都经历过。然而在翻遍所有记忆之后，却始终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发生的。难道说孟婆汤变淡，前世记忆觉醒了？对此不少人都提出了不同看法。有人说我们所经历的时间或许被高级文明修改过，而那些犹如昨日重现的记忆很可能就是修改后的残留 bug。 但也有人认为在平行时空存在着另一个自己，而这些似曾相识的场面就是发生在另一时空的真实经历。难道事实真实如此吗？对此，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，这是由于大脑在处理信息时传输处理速度的不同，所以才出现了短暂的信息差。当大脑还没做出反应时，记忆区便存档了这一场景，而在大脑对其读取时，就会错误地认为这一刻已经发生过了。对此它还有个专业名词，海马效应。另外，根据调查显示，全世界范围内60%的人都有过这种似曾相识的体验，并且越是天马行空、想象力丰富的人，经历这种似曾相识的几率就越大。但部分心理学家则认为，这种感觉却是潜意识冲突。当压力过大或极度 emo 时，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即视感。那么，对于这种超能力，有在你身上发生过吗？